感谢主，亲爱的弟兄姊妹，在家里啊，多一点做一点活动啊，然后呢，要吃有营养的食物，不要乱吃东西啊。你们好好照顾自己啊。好，那今天呢，我们要阅读在列王记下第六章是15节到19节，神人的仆人清早起来出去，看见车马精兵围困住了城，仆人对神人说：“哀哉哀哉，我主啊，我们怎么行才好呢？”神人说：“你不要急怕。”与我们同在的比与他们同在的更多。伊丽莎祷告说：“耶和华，求你开这少年的眼目，使他看见你。”耶和华开他的眼目，然后呢，他就看见满山有火车火马呢围绕着伊丽莎。然后呢，敌人下到伊丽莎那里，伊丽莎祷告耶和华说：“求你使这些人的眼目分明。”耶和华就照伊丽莎的话，使他们眼目分明。伊丽莎对他们说：“这不是那道，也不是那城，你们跟我去吧，我必领你们到所寻找的人那里去。”然后呢，于是呢，领他们到了撒玛利亚。好，我们一起低头祷告。亲爱的天父，谢谢你今天的话语，求你与我们同在，祝福我们啊，让我们听到的讲到的都得到力量。我们奉耶稣的名祷告，阿们。亲爱的弟兄姊妹，我们呢在谈说耶稣不鄙笑我们。今天呢，我们看到这个伊丽莎啊，他是很有经验的，他是生活在这个蒙神祝福的这个一个先知的生活里面。那我们在思考我们的人生活呢，也不断被大大小小的什么呢，忧愁、忧虑，然后呢不安和绝望，来攻击我们，来包围我们啊。若这时候呢，我们只看见忧虑啊，然后呢，然后忧愁、不安和绝望的仇敌和申请呢，我们就会像伊丽莎的仆人一样，什么呢？哀哉哀哉，主啊，我怎么办呢？我怎么办呢？我们现在完蛋了啊！这个时刻我该如何面对呢？我们现在还不是一样吗？很多人说，牧师啊，我的孩子失去了工作，我的女儿被炒鱿鱼了啊。我的孩子的生意不景气，我的女儿啊，女婿的生意呢，没有人来买。我知道，我当牧师的你们也很可怜，你们也很可怜教会的弟兄姊妹。那我又不是神，那我怎么办呢？那我就做了个节制，什么节制呢？每一天早上6点多到7点来教会为你们祷告，你们的名字。我就在那边，主啊，祝福我这位弟兄，主啊，祝福我这姊妹，主啊，祝福他们的生意。那我就跟教会的弟兄姊妹说，如果你们有什么问题，就发短信给我，我会把你们的名字再一次的放在祷告室里面，为你们祷告。唯有祷告，我们才能够战胜魔鬼；唯有祷告，我们知道耶稣会赐给你们智慧，会赐给你们力量。伊丽莎是由神所恩膏的大有能力的仆人，神呢常以智慧至神的话语呢和分辨属灵的恩赐来带领他。然后呢，当亚兰军队攻打以色列的时候，伊丽莎一知之事就告诉以色列的王，亚兰军队从何地来攻击他，请他先派军队呢来防围。因此呢，亚兰王虽然每次派一大军来攻打以色列的人呢，军队呢已经先在那防守，因此呢他每次都吃了败仗。为什么呢？因为有这位伊丽莎的先知来帮助以色列的王。所以今天我们看到，我们成为一个基督徒，我们所侍奉的神他是无所不知无所不能的神。就在这个疫情中，我们大家都有忧虑，大家都有问题。你说牧师你有问题吗？当然有啊，我的女婿暂时没有工作做，在澳大利亚，那怎么办呢？我就叫他祷告啊，再另外 找一份工作啊。你啊还好啊，公司不裁员啊，他还有工作做。那我们每一个人都有我们的忧虑，都有我们的烦恼。那我们要怎么讲呢？我们要把一切呢都交托给神，求耶稣打开我们属灵的眼睛，
求耶稣让我们明白，我们周围的天使保护我们的神啊，比一切还要更大。所以今天我想鼓励你，我不是神，我是神的仆人，我是牧师，我不能够做什么，但是有一件事情我可以做的，就是为你祷告。牧师的工作就是为教会的会友祷告，牧师的工作就把你们的名字仰望交托在主的脚下。有个故事，有一个丈夫在外面突然间车祸了，发生了什么事情？车一看到那个车的人，他说这个在里面的人一定死的。很奇怪，丈夫一点受伤都没有，好好的，这个是真人真事啊。然后呢，发生事情完之后，他就挂一个电话给他太太，他的太太呢，就是在半个小时前啊，一直迫切地为他的丈夫祷告，求神啊，派他的天使保护他的丈夫。他的太太在家里等他吃饭，很忧虑，一直想到丈夫，很怕。然后呢，就到祷告室，他们有一个小房间祷告室，在那边一直祷告，主啊，求你怜悯我的丈夫，求你保护我的丈夫。就是在他祷告的时候，神的天使保护了他丈夫，没有死亡，车辆坏了没问题，但是人好好的。你说我们的神了不起吗？我们的神非常的了不起。无论你发生了什么事情在你生命里面，不要放弃，仰望神，耶稣永远会祝福你。感谢主，他不撇下你，他保护你。好，我们就低头祷告。亲爱的阿爸父，谢谢你今天的话语，主，求你帮助我们，让我们主啊可以看到主你的力量啊，你与我们同在，你不撇下我们。谢谢你主耶稣，让我们看到这个伊丽莎的故事，让我们明白主你比一切还要更大，你比我们的问题，比我们的烦恼还要更大。我们谢谢你主耶稣，我们奉耶稣的名，把我们的国家，我们的这个医生护士们都仰望着交托在你手里，奉耶稣的名祷告，阿们。因为我知道我需要走过的你都明白。